到黄娟那里，他会跟你带你像送东西。那你怎么没有叫他帮忙？给你吃的那个跟那个一样啊，他会告诉。啊，他怎么又开了？哎，你不要按了。我没有按哦，人家在等你。为什么？他们不是已经关门很久了吗？啊？好，可以按。真的吗？刚才又打开。